亲爱的大班孩子们，今天舒一老师又要来和你们复习我们的阅读本啦。我们要复习的呢是阅读本二《动物的故事》里面的生字哦。那今天我们的小任务呢，就是要帮恐龙妈妈找回它的蛋宝宝。请爸爸妈妈帮你用电脑打开 PPT 就可以开始咯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的蛋宝宝不见了，可以请你依照老师的指示帮我找出蛋宝宝在哪里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，点击下一页就可以开始咯。诗，你有听到老师说要找哪一个字吗？对，是诗，狮子的诗。那是哪一个呢？哇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了，我们点击下一页，爬。现在老师要我们找的是爬，那是哪一个呢？是第一个吗？哎呀，不对。咦，那是这个吗？哎呀，也错了。啊，是这个。答对了。大家要加油，帮恐龙妈妈找出她的蛋宝宝哦。你学会要怎么玩这个游戏了吗？赶快开始吧。